就那种长得特别小的是吧？嗯，这这，九哥在那边撒网，我在这里摘青菜。本来想挖一点沙姜去来的，拿回去蒸鱼头，沙姜鱼头不错，要一点叶子就可以了。那个沙姜还不可以挖，太嫩了。我抓了这么大的鱼，九哥比我还要厉害啊！四斤多，哇、哦，这个盆子都装不下。啊，一定要吃了，没办法了，死掉了。这条有点小，不过也要吃掉了。那么多条鱼，先把它杀好，帮九妹杀好，放在那里给它煮。我帮九妹杀鱼，现在就开始煮饭了。因为家里有北京的朋友不来。家里没有辣椒，要不然就做了双式鱼头了。现在放点葱，葱白，葱白。这个是沙姜叶，然后放一点姜丝上来。这个灶火好不好烧啊？很好烧火的，很好烧火。只要它一生好火，就马上一级的炒菜了。已经完了，我要抓紧时间煮给他们吃。你可是没，我看你去那个弄柴火，弄那个弄那么多柴火，能用多长时间啊？一个星期就用那么多了。啊啊！这个鸡也是刚抓的。啊啊！这个你是这个做这个，这个可以蒸的，就是腊鱼，腊鱼，腊鱼。放这边还有一个。因为我担心你们吃不惯我们这边的口味，我要做一点辣的给你们吃。哦。可以了，好的，摇出去，摇出去哈。嗯，对。哈哈哈哈，还是给我来吧。哟，不应该那样是吧？可以。我们这都这样。啊，直接就弄出去了。
饭是吧？这几道菜了，来来啊，开饭了。好，来吃饭吃饭啊！吃饭了，朋友们。吃饭了。喜欢姐妹的视频，继续关注我们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欢吃九妹做新鲜的美味，就点击屏幕右上方了解更多。来西瓜视频关注巧妇九妹。